学校啦，现在很多都是学校的。
上去学到红东西用。然后听说那个什么承德那边好像也要管制时间，就是那个阳光，他们是同一集团，阳光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听说他们现在也要锁时间，没办法，新开的场地都在那个板桥啊、新庄那一带，那太远了。那其实他们那边很便宜啊，场地又好一点，就是那个什么以前工厂便宜。不过好像现在比较好，他们里面好像也都装那个消冷器，对吧？我也觉得太远了，因为我想要消冷器。在这种地方打就很累，对吧？而且这主要活动中心也比较好。那边体育馆现在也是红馆，他们要订红馆。对啊，就是红馆。红馆可是他要卡在有时候比赛或者什么，对啊。里面几乎都是教练，而且红馆啊，好，他现在是台北市民又什么市馆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都教练。大概抽奖，对吧？除非是真的是抽技巧，技巧的话就比较容易。像我技巧很难抽，像我中山那个他们也是技巧，所以他们就是。超的几率大概百分之，我听说百分之二。我之前有问过人家，然后他们用到六百支箭才中。六百个人，天哪！他到处跟人家签那个身份证登记啊，然后反正随便乱借。就是有喜欢打球，然后就直接他们就去借送六百支。对啊，上次还没有签的，那个场地一千多个人在签。因为之前我有在领导他们就说，哎，那个身份证能不能借一下？他们想要抢那个，抢那个技巧，然后就问，啊，你爸妈或者什么的？对，因为他好像只要身份证，他不用影印过去，好像只是人民身份证就可以登记。但是你知道什么是限制？就是收到你就要拿身份证，好像不用本人，然后身份证过去就可以。所以他们好像蛮多人都。奇怪的场地，哇，六百个人是怎样？打球都没有到六百个人。南港这边也很多。那还蛮在三十几个，那还蛮幸运的。哦，后来又已经放弃了。而且他们比较麻烦是，有些是三个月一抽，然后有些好像是半年或一年。真的，你要抽那个，除非认识他，你跟他票了，就跟他们洗了两张。这样子也能够多开放，这样子下去。可是台北市大概已经打了那些，好像也没有新的，除非后面看大不大。因为它旁边有，